学校停课，小朋友唔使翻学，冇小朋友可以教，老师系咪冇嘢做嘅呢？因为我系个 part time 老师，我就真系冇嘢做。全职嘅老师仍然每日都要翻工噶，佢哋翻去开会、执教具，同埋做一啲行政嘅工作。而家仲多咗剪片嘅工作添。学校安排老师录制一啲在家学习嘅教材，放喺学校嘅内联网，俾小朋友喺屋企都可以学习。我都要负责录制一啲英文嘅教材，所以今日就翻学校同老师开会。内容我哋已经定咗啦，下个星期就系录制嘅时间。今次我唔需要自己剪片啊，真系好开心啊！剪片好辛苦噶。我做老师咁耐，从来都未试过停课停咁耐噶。今次翻到学校，见到学校所有嘅物品都咁样包住，睇下呢啲体能用品，里面亦都有玩具噶。呢个系娃娃国，停课停咁耐，包住佢哋唔使铺尘啊嘛。有小朋友翻学，姐姐就要煮嘢俾小朋友食，但系而家冇小朋友翻学，我哋老师都系叫外卖翻嚟食嘅。呢个外卖好抵啊，一个饭再加一个点心都系29蚊啫，仲好好味添。希望个疫情快啲结束，我哋大家都可以快啲复课啦。